哈哈哈，一本正经的搞笑。直播刚开始。你们今天会上链接吗？会。哦，你们是不卖票的？就是人家跟咱唠嗑。卖票卖已经很多了，昨天卖太。直播过半时。你好，你们这个直播没有链接，没有设置链接吗？知道真相后，哦，那其实是很遗憾的。其实可以卖票嘛，这样，因为好像不是直播都会卖票嘛。好，当我没说。最后直播结束时，微博直播没有。好想念卖票的时光啊！可以这样，不开心，什么不能上链接？